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泰泰说话，我是泰拉，我是泰拉妹安雅，我是泰拉妈。第一次跟妈妈一起录影，因为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出国玩的经验。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年轻人出去玩就是还好，但是因为我妈已经是一个年过五十的妈妈，翅膀已经不同了。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我读大学的那第一年，因为当时第一年去念书的时候，就是你那时候毕竟人生地不熟，所以妈妈那时候就陪你一起去度过了前两个月。你自己说是不是差点回不来？也没有到差点回不来啦，只是会有惊无险。你要向大家展现一下你的英文能力吗？ Can I take your order? Order?What do you want to eat? Yes. Yes. 这样子我妈，你笑就是她的英文哦。因为我朋友就说，我妈用这样子的英文程度，在美国自驾游，跟我弟两个都不会讲英文的 ，travel 了十几个城市，完全就是靠开车跟看一本旅游书。而且你也没有很会用 Google Map， 对不对？我用我的 Google 找了白宫。快一点，不然影片会非常长。就打了白宫两个字，结果呢，导航把我带到了一个白色小房子。那时候我发觉我离白宫200多英里，所以是打中文的白宫。白宫英文是什么 ？White House。所以那个景点也叫 White House。然后听说开车还发生很危险的事情，是你们开车误闯军营，是不是？旅游书上告诉我说有一个西点军校，那非常有名嘛，我就直接把它开到西点军校里面，然后守卫拿了枪把我拦下来。他们是讲英文吗？讲英文。那你听懂吗？Really? 他们拿枪指着你？没有，他们就是枪拿着，有没有说No go here. Oh, 你用旅游书。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些都还好，对，因为真的有发生比较冲突性的事件是在加拿大入境美国的时候，海关人员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入境？”那我就刚开始我慌张，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回答，我就说要收妹妹的电话，有没有？他说 Too late， 直接就被请到那个一个房子里头，就像询问室那种地方。像对，我就赶快用电话哈，向台湾的先生求救，爸爸就马上就打了说：“好啊，因为我的孩子是唐氏。”你说爸爸用英文，对，所以他们一看到就放你们走，其实都是语言所造成的误会嘛，不然其实你整个旅程是很好玩。所以我只能说，因为是我妈很幸运，她真的太 lucky 了。听到很多很恐怖的故事，都是观光客不懂语言，然后被当地人欺负。不要说我妈哦，我会讲英文的人，我那时候还最近也是我自己去美国找安雅的时候，然后麦当劳，然后我就说我要点餐，然后一过去的时候，然后她是一个黑人女店员，然后因为黑人讲话有口音，就算速度又极快，然后女人就直接说。Wait a second， 然后我就直接落荒而逃，那个店员傻眼。最后他根本就讲超简单的东西，他只是说你要 A 套餐里面有鸡块跟什么什么什么。那对对对 ，You want fries or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for your drinks? Is it cold? Is it Sprite? What do you want? 就这样。因为其实你细猜它都是简单的单词，安雅其实已经算是精通中文、日文跟英文的人。可是你去韩国的时候，其实也是踢到铁板，对不对？我很讶异的是，因为你想到首尔，就是觉得哦，年轻人 supposedly 都会讲英文，就是 excuse me。我跟你讲，跟日本人一样，他们只要听到 excuse me， 他们落荒而逃。すみません，对，就把他说错了。我们学懂，每次去日本，我们要问路，我们都要先说すみません，然后就 hi， now I wanna go to。现在呢，旅行大家其实都非常流行带这种东西，叫翻译棒，因为它很小只，它很轻，外形非常漂亮，它这样子小小台的，然后呢它的重量跟口红一样，它呢本身可以支援中英日韩四种语言，算是在亚洲地区旅行的话非常够用。它用蓝牙连接到手机之后，你只要长按一个键，它就可以帮你直接翻译，而且它翻译的速度很快。与其讲那么多，不如直接让妈妈来使用好了。来，妈妈，我跟你讲，你就直接按一个键，然后你就讲话。我要去华盛顿 DC。翻得还蛮顺，你再多讲几句，你问一些旅行会遇到的问题。我需要导航。I need navigation。导航是 navigation。那安雅，你跟妈妈对话。我们今天去吃什么好呢 ？Well, what shall we have today？ 你说，他会翻 well。好，那你回答妈妈。I want steak today。我今天要牛排。这样就可以沟通哎。很方便，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是，它是可以待机180天，等于什么你知道吗？短期出国旅游你根本不用带充电器。那我们现在想要来就是多做几个实验，各种口音的中文它是不是也能够辨别这样。妈，你会讲台湾腔吗？
我今天要去住广场饭店，请问怎么走？我不知道标准。I'm going to the Plaza Hotel today. 好、oh, ，可以耶！那我用河南腔好了。有没有推荐的饭店？Is there any hotel recommended? 哦，有哎！今天要去的地方，山明水秀，四季如春。The place to go today.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rivers. Four seasons like spring. 好像可以耶、oh, it's pretty close. 山明水秀，四季如春，它翻得出来，它是有点造翻。是对，但是可以的耶。They get the point. 那接下来换英文好了。Where is the gas station?加油站在哪里 ？OK， 好，反正英文应该是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换 English 好了。I wanna go shopping. Where's the shopping mall? 我想去购物。Oh. 我想和购物中心一起去购物。Where can I find my mommy?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们不是请一个那个大哥帮我们开车，然后他不是就是东北人，对对对，他就会说 Where to check in? 到哪里办理登机？试一个日文好了。小棒没听清。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很日本吧？妈妈会讲日文吗？你应该不会讲日文吧？你会？こんばんは。晚上好吗？啊、哦，可以，哦、可以耶。好，这那你讲难一点的好了。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厕所在哪里？厕所在前方右拐。300公尺处。トイレは前方にあります。哦，可以耶！哦，他还没讲完。OK， 我们刚刚操作了几下，我觉得发音能力算是蛮厉害的。而且我跟你讲，重点是哦，家庭主妇们，尤其是妈妈们，她们最在意的不是只有好不好用而已，妈妈她们更在意的是什么？就是价格。没错，妈妈最在意的就是价格，因为她这一台的价钱非常亲民，1000多块。啊，对，它的价钱是完全就是你不会觉得买了会心痛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小包 AI 智慧翻译棒。那当然呢，要购买的话，我们也帮你们争取到了好的优惠。我们在下方会有一个 Tyla 的专属链接，就可以得到属于我们粉丝的那个 special price。那你就点进去，你就可以购买，送给妈妈当母亲节礼物刚刚好。小包这次还有活动，所以你只要在指定的日期在 IG 上发布一张你想要带妈妈一起去的地方的照片。然后呢，就是标记小报台湾以及 hashtag 送我妈妈出国去，获得最多赞的贴文就可以得到东京来回机票。另外，我们还会抽选出3位有专属雕刻的翻译棒哦。那么详细的活动以及相关的优惠，就请看下方资讯栏哦。拜拜，拜，大家赶快带妈妈出去玩，耶！好快，有录到好老派吗？